听说花会听人说话，花会因为环境的气场影响它的生长，所以我想做一个测试。为什么你这么漂亮？你看你，哇，精神奕奕，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有阳光，这对花都这么好，感觉蝴蝶都在你们那边飞。你看你，都不争气，瘦茫茫，面无四两肉，你看你多么的孤单，看人家多漂亮，你不配做花，蝴蝶都不想跟你做朋友啊。22天之后看看这朵花会不会凋谢，而这朵花会不会更加美。 Day 2。 你好美呀、啊、你今天又美了，越来越好看，亭亭玉立，越来越白，这个花园就是伊甸园，你呢就越来越丑了，你不配做花，越来越黄，黄脸婆。 Day 3。你看你驼背，没力没气的，提起精神吧，看他多挺拔，是直的。你们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他就是40岁的老人家了，哎，没眼看了。 2000 years later。 你呢？哎呦，我这实验是成功了，我要给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面多一些赞美的声音，那它就可以健康成长，活出一片天。